对不起，我四十。四十岁，你想认份当个欧巴桑，还是要每天活得碎当当？都这把年纪了，早就没什么好心动了。我会幸福的。都已经老大不小了，不要老是嘴上挂着什么女子啊、心动之类的话，干脆一点，当个欧巴桑。我妈说，她说年轻的女孩子各方面都比较好。让我们跟着晋级的熟女一起找回青春，夺回幸福。超姐，这样保持下去。熟女正青春，9月8日晚上9点，背靠背联播2集，卫视中文台。